HitoRadio.com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FRHVN 飞轮海。继上次来挑战话中有话之后大受好评啊，这次再次来到 HitoRadio.com， 究竟谁会成为今天的国王呢？双面飞轮海之快问快答，终极国王游戏版，计时开始。十五岁。那你觉得飞轮海里谁人最好？陈亦如，我自己。2018年什么年？鼠年。请问神庙的本名叫什么？任嘉萱。八。请问八乘八十左右的人多少？16。如果飞轮海只能带一样东西，你会带什么？我要带吃不完的食物。最近一次打架是什么时候？大概好久以前吧，大概3年前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打一个欺负我前女友的人。啊，温文儒雅。MSN 表情符号。MSN 符号。超恶的呀！我的天哪！请示范公主帮男人装调皮的模样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哎呀，来追我，好讨厌哦！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嗯啊。到了哦！弄到了！哎呀，快抢快答，吴尊报道。预备开始，最想参加的社团是 ？Yummy Yummy。学生时期参加过哪些社团？篮球。请立刻说出自己的三围。三十八。不知道。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即将在哪个？北京。最难忘。每一个都爱，没啊，没没没，啊，都还好，都还好。MSN 上封锁几个人？没有玩 MSN。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，张韶涵跟 A 还有弄人的，救一个，你会救谁？我选陈亦如。二啦。请问 A 啦在张韶涵老几？三。最讨厌什么样的女生？坐坐。大家好，我是吴尊，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好吃。